那个就是门边那个啊，那个大字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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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门边那个啊，那个大
ये बच्चा है, वो जो बड़ा है ना वो अंदर है।干嘛？你没看到没在？没看到就在做？没办法。看这里有了，就是你看这里嘛，那个熊，哎呦，好几只，现在新鲜，你看，是这是，它做一条的，你也买好几只啊，你被偷拍的。好，要取消，我取消，哎，讲好取消的，啊，那是甘蔗，那是甘蔗。那个甘蔗不可能头我的，像头小或者是头大这样。哦。它脚部那边比较小，那不是甘蔗。哦。哦。他妈妈都没有站起来。我跟你起来。你看大猩猩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看大猩猩，我这个头大，是不是？你要看看大猩猩。过来这边看大猩猩，你看了。我一下我五分的合理吗？哎，看起来就其实你要一下。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该说，你最大猩猩了，该说最年轻，最大只。今天当然就是成年了。跟老大一样哎。对呀，同一只啊。最大只。哇这可能他们是一个家生的，对啊，这就最近都，啊手背有不爽，这就手比大猩猩腿还粗哎，那个成年没有在面壁思过哎，忧郁症，因为面壁思过，知道忧郁症吗？不是，就是吃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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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对，我们刚刚企鹅也是这样在等吃饭，赶到他们都知道时间了。感到奇怪，他们面壁思过，没有在等吃饭。好大只哦！妈妈好大只哦！四点二十，那最大是四点八。